今天给做啥？要 整点月饼。咱这里头有，这是啥呀？白芝麻、哦，白芝麻，核核桃，桃仁儿、然后有杏仁儿，杏仁儿、还有腰果，腰果、腰果，还有这个蔓越莓干、那个南瓜籽儿，够五仁了。够五仁了吧？嗯。你还不给嗑俩瓜子儿，我觉得算了。我看人家那老饭馆里头，人家还搁什么，玫瑰，而且它有麦芽糖，咱没有麦芽糖，就拿人家这种 maple syrup 糖浆，枫叶糖浆来顶替，怎么样？行，我觉得可以。再来点吧。可以有了，行了。这不够甜呀，这个。然后你刚才提议搁点花生酱，嗯，反正正好有花生也算一个人嘛，坚果嘛。嗯，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。看着过瘾啊。对，所以每当中秋节过完，大家都得长几斤。哇，黑暗料理怎么感觉有点？你这包包子这技术还真派上用场了啊！可以不用太贪心，不用搁太多。我就想一主意，就拿这爱乐鸭当模子。你别说，还真管用。呵，这还带气儿呢。哇！完美。那我们的已经月饼已经进入烤箱了，200度，先烤10分钟。嘿，不赖呀，好香呀。好嘞，大功告成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